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安顺西站高铁站，送科长回家。今天中午接到消息，科长的奶奶病重了，我们都已经离开安顺了，然后又把车开回来送到这里。这不安顺西站客运枢纽站临时停车，限时90秒，超时抓拍。这不行啊，这也不让停车。哎呦，你不拿东西啊？录像的东西都充电器啥都拿了吗？拍视频。嗯。啊，好了，走了。咱俩得走啊。走吧，那咱俩不得找地方吃饭吗？得走着看呗，那边不溜达车了。走吧，一直往前赶吧，走到哪算哪。先完了找地方吃饭。啊。这人有悲欢离合，又有阴晴圆缺呀，人难免。都有生离死别，年纪大了没有办法了。他奶奶应该是有80多岁了，也算高寿了。这有什么菜啊？这吃粉面都有。也可以啊，来快餐。来一个。啊。这啥呀？12块钱一份儿。来点红烧肉。这都要红烧肉，你还赔了呢，啊？还有汤呢。徐科长还没吃饭呢。吃啥饭呢？那玩意儿来的也太突然了。都刚出来，他们说要是平时这个时间不能快点。就是你早吱声呢。谁到了？他今天往前走走，看看能不能哪块能坐飞机能近点。哎呀，太 low 吧！哎，这顿饭还不错哈。行啊。吃饱喝得，给我的妞放下来溜达一圈。干啥呢？卡着了。下来，来，哎，这家伙，下来溜达一圈啊！尿会尿。尿去，他知道呢，往草里尿。过来吧，来，回来了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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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叼着，好了，走吧，走，喂，跟错人了，往这边走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车是脏。好了，走喽。哦，终于见到蓝天了，好几天没看见蓝天了。这人的心情绝对和天气有关系。前方经过弯道，这天气一好，心情就好。前方经过落石，这两天这雾啊，这雨呀、啊，这弄得心情都变得沉闷了。在这边停车休息一会儿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哎嘿。哎呀，这是个林区啊，在这地方等一会儿，等大龙一会儿，大龙跑后边加油去了。你往前走，走到有一个什么紫云林下产业基地，这有个停车区，我在这停着呢啊。这车没法看了，成灰车了，多脏，太脏了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哎嘿，下来黑妞，你说这玩意儿咋又拿出来？哎呀，这藏都藏不住，你说，你可别把这个刻了啊！这咋这样呢？我这藏这后边，它怎么能拿出来呢？走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
过来啊，我抱你。咱们不能有车不行，有车不行，这有车不行啊！等会儿我抱你上那边上草坪玩去。真沉呐，你又长肉了，黑妞，黑妞你又长肉了。哎呀，哎，好了，别玩吧。这什么玩意儿？这大蘑菇挺好啊。哎呀哎呀，妈呀！你这干啥呢？突如其来的，你吓死我了！这孩子疯了吧？黑妞，黑妞，哎呀哎呀哎呀！黑妞看，哎，扎住你那个板上有钉子。对不起。咋的了你啊？要高兴了吧？哎呀，这是在车里憋坏了。你这是久违的草坪啊，好长时间没看着草了，是不是？这两天总是下雨，雾蒙蒙的，然后还开车赶路，弄得都没下来好好玩。玩吧，开心开心就玩吧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正亮啊，你是又滚一身草又得。来，我陪你玩吧。哎呦，冰了，湿，别滚了，别滚了啊，这草上湿。有那个露水。黑妞，叮咚，得来烧点水洗洗头吧，哈哈，这家伙好几天都没洗头了。这头发都打绺了，应该有气儿。我得，这里还有不少气儿呢。这里有玄关，玄关就是在河道上和那山边上那棺材一个个搁那个搁山崖上玄关。棺材呗，就是。啊。你说那玄关那棺材它怎么整的呢？那不知道啊。当时我也没参与，我也不知道咋整。谁说没气儿？没气儿这能着火啊？网太刺就是。啊？我这地方就网不好啊。连通可以啊。这是什么花？这花应该是个药材呀。毛茸茸的，紫色的。快点上厕所，上厕所好。好吃饭。还得吃个罐头啊，是不是？哎呦，这罐头真好。全是肉，胡萝卜鸡蛋黄。呀，你这小料没有了。梭哈吧，方便收快递的时候再给你买。营养补充剂，就吃喝着急，来吧，吃吧。你等一会儿啊，别着急，有你一份。这有点不像样，不成形哈、哦，是不黑妞？你想吃吧？你别给偷吃了啊！喂，你真要偷吃啊？奔去了呀！哎，这个挺像样啊，有点像鸡蛋样的。翻个，好嘞，火活出锅，鸡蛋饼，添水烧开，直接下方便面就完事儿了。行了吧？行了，都热了吗？开了就行了。
一人一个鸡蛋。来，小对，小哎呀，这家伙立马就扔了。来，干，吃了。到气味了。你看，快吃。这科长不在家，咱也得把伙食搞上去，是吧？煮方便面都得放个蛋。俩蛋，咸的蛋的都有。这啥呀？天鸭蛋。好吃吗？嘿，闻着味儿了，是不是？闻着味儿，这你不能吃，这你真不能吃。哎呦，冒油呢。真不赖。哎呀，上我那啥来了，这不奢侈了吗？啊，这科长不在家，这家伙煮方便面得放俩蛋，一个鸡蛋一个鸭蛋，是不是？一个蛋一个咸。啊，吃完了呗，吃饱喝得饿，整的嘎巴拉瞎的啊。好嘞，吧，算吧得吧，啊，哎，拿一块纸来，擦擦。那东西空了，要不要上锈了，干净的整的。收摊儿，你收啊，我洗。洗头去。妥。这洗，用热水洗惯了以后，凉水还洗不了了呢。不能惯了这脾气，以后该还得用凉水。